第六感抓包男友劈腿，才离开小三秒上位。宝贝啊，我今天遇到个女生，她很讨厌，她的工作态度很差。我突然就叮，事有蹊跷，出差回来了，她就去洗澡，电话就响了。你到家了吗？赶快收拾好我所有的东西，我就搬出去了。有一天，我就看到这个女生的动态跳出来，她拍了一张照片，在我的沙发上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